好了，4点钟，那大家回来了吗？回来的话打个一，能看到桌面的啊，回来看到桌面的打个一，我们就开始了。好，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能看到桌面吗？可以是吧？可以，我们就开始喽。OK，那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个小节啊。那前面有同学已经开始问问题了，我把前面的问题回答一下。有个同学问的问题是说，就 PIP 或者 VIP 的第一个地址啊，这个是，他说这个，他说 PIP 或者 VIP 如何作为 BGP EVPN 的下一跳啊？他说路由不是默认下一跳，是 BGP 的对端邻居吗？那这个怎么理解呢？是因为 BGP 的时候是有条目更新的啊，BGP 条目更新里面的 NLRI 里面是带下跳属性的。那下载属性你在上面标识你是 PIP 和 VIP 就可以了呀。这个你不用担心说它不能改啊。这个不存在默认下一跳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是标准的 BGP，那你就是标准 BGP，你是写 label 对吧？标准 BGP 写 label 写 update source，但是你在 MPBGP 里面你去发布 BGP 的这个 NLRI 的时候是带下一跳属性的，那下一跳属性你自己去写 PIP 写 VIP 都可以的。这个没有问题的啊。那另外一个同学问的是说，配置 Fabric Peering 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用 Advertise PIP 呢？这是对的啊。比如说我们是可以去做到这么一个事啊。这个我看看标准的写法是啥。标准的写法呢，这个应该就叫做VPC 啊，这个叫 VPC with 啊，VPC Fabric Peering 啊，VPC Fabric Peering 这个是标准的写法。那我们写一下 VPC Fabric Peering，那么你当做完这个之后，它的 Advertise 的属性会变化啊，Advertise 属性会变化，所以你就不用去声明哪些是 PIP，哪些 VIP 啊。那我们给大家一个结论就是，只要你按照这个配置的这个方式方法，这个配置方法呢是有别于标准 VPC 的，但是它的更改点不多，也就是加一个 Virtual 的 Peering，然后。在你声明的那个接口下面，注意不要是无理口啊，不要是无理口啊，去做那个 peering 就可以了，对吧？并且你自己知道哪些口它的 port 是往 fabric 方向走，那么利用你的 fabric，利用你的 span 来帮你做路径的这个冗余就可以了啊。所以配置量本身没有产生太多太复杂的这个其他的配置，都是在整个 VPC 的架构中，那它会自动产生的一些这个。更新信息，这些都是自动的啊，Advertise PIP and Advertise VMAX，这些都是自动的，这些都自动的。然后，那它的这个整个发布的规则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啊，它的整个发布规则就是 Type 5 Type 2，可以看到啊，Type 5就是一个 Type 5就是那个 Advertise by PIP 啊，Type 2 就是Advertise by VIP，而且 Type 2的主要是针对host 的 VPC 非 Often 的，它会用 VIP 来发布，VIP 来发布啊。关于这个细节啊，就是那同学其实刚才你问的意思是，这个就不用，就是你问的应该是命令行啊，就是命令行要不要去输入啊？命令行要不要输入呢？我们可以去，我先把这几页调过啊。我们可以去回到这边来啊，这边专门有 VPC 的这个 Multi Homing，这边有这个配置的，这个有配置的这个Advertise PIP 的一个配置要领啊，Config VPC 的 Multi Homing，然后在这个如果你只是为了去发布它，那 Primary 的 IP address 啊，那个 Physical 的物理的，那它是要去做Advertise 的。
然后 VPC 的这个，我们在 VPC 的 Fabric Peering 里面去看啊，在VPC 的 Fabric 的 Peering 里面啊，其他前面这些 Partitional 这些正常配置啊，我们来看看Configuring VPC Fabric Peering 里面的这个要点，有没有啊？在要点中前面这个只是 feature 的打开，那接下来 VPC 的时候加了一个 virtual peering，然后在 Partitional 里面去声明它，但 Partitional 是不能有无厘口。那么除此以外呢，就是标准无厘口的这个配置加上 pop type，那后面就是 VCHARLAN，我们重点看这里，VCHARLAN 这个是正常配置啊，没有到 BGP 呢，因为这个我们刚才那个 avatar 是 PIP 是在 BGP 里面做的啊，这是 VLAN 的这个配置部署，这个是属于正常的，这是正常的，这边也没有的，这边都没有，就是我们目前啊，就我们这边的这个看到的情况是不需要的，那个是它自动完成的，这边都没有。以最后测试为准吧，以最后测试为准吧。这边暂时没有看到需要有这个需要有这句话，但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因为按照这里所说啊，这里所说，它前后说法有点点差别啊，看你怎么理解，这个最好验证一下。因为验证这个是要搭环境啊，那这个环境我这边还没开始测啊，所以大家如果是提前要去测试的话呢，可以去这个，其实就是一句话嘛，你看看它对你的影响有多大。按照这边所说的，就是 avatars PIP and avatars vMAC are mandatory，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你需要手工去这个完成啊，你需要去这个手工去完成，并且是强制性的选项。这句话本身是说你是要去 avatars VIP 的啊，这句话本身，那是不是自动化呢？这个他说了一个是要强制完成的选项，而且手工完成的，那么感觉是要敲啊，但是啊，因为我们在那个手册上面看到它没有要求啊，没有要求，所以我们以这个实验为准吧，以实验为准。好吧，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往前走，那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 port gateway 啊，port gateway。那 port gateway VPC port gateway 是用在什么场景呢？VPC 的 port gateway 是用在 multisite。那么正如刚才所言，你要搞清楚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你的 VPC 是用来解决双核接入，那刚才那些玩法就是双核接入的。但是我们说 VPC 不仅是双核接入问题啊，它实际上是可以做 port gateway 的，对吧？可以做 port gateway 的。那 Port Gateway 又是什么啊？Port Gateway 是属于 Multi-Site 里边的一个核心，这是属于一个核心技术。Port Gateway 是个核心技术啊，就只要你做 Multi-Site，一定得有 Port Gateway。那所以我们就得先移到 Multi-Site 的 VXLAN 里面，我们得把 Multi-Site 的 VXLAN 讲明白了，你才知道哦 VPC 的 Port Gateway 是发生什么样的这个能力。好，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会打开另外一个文。其实后面的到了这里为止啊，VPC 的 Port Gateway 后面这些文档就跟标准 Multisite 里面的我们另外一个文档的整个套路就一回事了，整个介绍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等会就来回切了，这没有必要来回切，因为在另外一个文档里面，整个 Multisite 的这个 domain 关系啊，Port Gateway 的配置啊，其实都有啊，所以我们就直接看这边就好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对 multisite 的学习啊，什么叫 multisite 啊，以及 multisite 怎么用，怎么把它用好，我们来讲讲。那在以前呢，我们是不要说 multisite 的，连那个 VXLAN 都没有，对吧？或者说有 VXLAN，那么它连 EVPN 都没有。那后面呢是一步步的这个变化，有这个 control plane 的 EVPN 了啊，但是那个时候主要针对的是 intra 数据中心内部。那么数据中心外部怎么办？啊，外部怎么办？外部呢，那也没怎么办呢，就是你得去搭环境了。传统的模型里面，这个
span 以外需要有个 super span 的，就是你总得把条目传出去啊。也就是说，你在左边的这个 lif 上面发布的信息，在 intra DC 里面是能收到的，但是因为你的这些 SSS 啊，跟远端的 SSS 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它更新不过去。你非要把它更新过去，你要不就 full match，要不就通过这个 super span 来做个 RR，帮你把那个 BGP 的条目甩过去，对吧？这个是传统的思路嘛，传统上这个也没错啊。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个更新，对吧？本质上就是把你 AS65001 里面的 intra DC 的这个条目更新出去，对吧？你更新给65033，更新给65002。啊，那为什么要增加一个65033的这个 AS 来专门做反射呢？是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多站点，多站点。那如果多站点你全 full mesh，假设这里有十个 AS，那你十个 AS 的 full mesh，这个你是管不过来的，对吧？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个独立的 AS 来做一个反射器，来做个 RR。那这个是一个标准的 BGP 的思路。所以你看到的信息就是，那我发布更新啊，那我更新发过去不就完了呀？而且你看到的是全程打通，全程打通，我们把这种模型叫做 multiple，就你看到的这种模型叫 multiple 模型。这个 multiple 模型就是只有一个完整的控制平面和转换平面，控制平面、转换平面。如果你认为控制平面三个 AS 三个不同控制也行啊，但是本质上它其实上就是一个控制平面。本质上就是一个控制平面，它是打通三个 AS 啊，那你看你怎么去看呢？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单一控制平面，单一转换平面。我们认为它是 single fabric with end-to-end encapsulation，然后hierarchy underlay 这个是扁平的扁平模型，所以它的特点 multiple 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转换面 end-to-end 啊，那你的 VSLAN 封装完之后呢，你的 VSLAN 封装完之后就是中间是不用去这个解封的，那么从左到右。凡是我们提到模型在最左边的，都不是我们的这个终极状态，对吧？就是讲课都是这样讲的嘛，你看书都是这样说嘛，这个先出来的都不是高手嘛。我想请问一下大家，以我现在对这个 multipod 的讲解，以你对它的理解，你认为这样做的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啊，VSLAN multiple，这不挺简单吗？这个多好呀！你觉得它不好的地方是什么？有没有一个你认为它不好的点，把它说出来？啊，我们现在说到的第一个就是 multiple，那如果它好，那咱们就不纠结了，好你就用就完了呀。那这它总有一点点问题啊，有问题你才解决，你才会有其他方案嘛。那它不好的点究竟是啥呀？不好的点，大家刚才有同学说了，underlay 必须要全部打通。好，这是其一啊，这是其一啊，overlay 上呢？你说的这个没有问题啊，underlay 全部打通，这个其一，underlay 全部打通其一啊，这个 underlay 全打通其一啊，这个非常正确的。然后这种要求有点苛刻，就是等于说每个企业或者说每个站点不能有自己的隐私了，对吧？你必须要把自己完全暴露出来，条目要全有。那么这个是对的，overlay 层面上呢，站在 overlay 层面上，这有什么不妥？其实是一样的啊，underlay 跟 overlay 一样。既然你 underlay 要求全通，那就意味着你 overlay 信息就会全部学习到，对吧？那 overlay 信息全部学习到，究竟好还是不好？这个就见仁见智了。我们说 multiple 的本质上，你的 underlay、overlay 全部学习。那会不会学到东西很多呢？会的，学到东西很多。其实有点像你 AS，你大家搞 OSPF，那 OSPF 为什么画 area？那为什么在 area 的边界我们会做 summary？其实你会认为说，我有一个
ABR、SBR 就够了呀。其实我有没有必要对外部的条目做明细化的学习啊？没有必要的。你如果是单出口，你找到这个出口就能够找到这些路由了吗？你只要有汇总就完了呀。你把这个所有的条目学那么细干嘛呢？所以它的 multiport 会导致你 underlay 全部打通，这个是最致命的啊。首先最致命的是 underlay 全部打通，就是等于说就没有这个安全，没有这个安全概念，或者没有域的概念了，就是一个域了，那大家就不可能分开管理了。在管理层面上，这个就是一统天下了。那 overlay 你学的东西也是必须要去说，学习到所有的明细，而且这个所有的明细都关联到 underlay 的这个每一个端对端的节点。所以 multiport 好处也是明显的，好处就是很简单，好处也是很简单。那缺点就是。underlay overlay 都必须要全部掌握，在很多有管理的这种叫区分或者说权限或者说这种 domain 的情况下，就是有管理 domain 的情况下，这个不是一个好建议啊。那我们曾经啊，我们说曾经啊，曾经何时？那我们对刚才那个解决方案呢是做了一些优化。这优化就是首先把两个 site 把它隔开。我这边还得补充一句啊，这个大家可能以后学的东西越来越多之后你会搞混。我们现在说的这个 multiport，即便在我们的 VSLAN 的纯 VSLAN 解决方案里面，它不是最优，但它在未来我们讲到 ACI 的解决方案中啊，我们后面会讲 ACI 解决方案中呢，其实 multiport 用的很多的。就在 ACI 场景中，其实 multiport 反而变成了我们的这个可能情况下的首选。但是它在 VXLAN 解决方案里面的时候，它 multiport 要求掌握的东西太多了，反倒不好。原因就是有控制器没控制器的差别。没控制器，那我们希望这个每一组人每个团队他管理的东西比较精准。有控制器，那他能所有东西都管到最好啊，他啥都知道，那就更方便啊。所以不要说 multiport 就是坏啊，它在ACI 解决方案中，它是一个常见的，我说推荐的模型。在 VSLAN 中呢，因为你东西太多了，就是你已经没有这个很好的 domain 的隔离了，所以我们认为它增加了你的管理工作量，它就变成一件不是那么好的事儿。那我们也曾经说，既然 multiport 不好，我就把它隔开吧，把它变成两个 fabric 吧，把它变成两个 fabric。这两个 fabric 是不能连接，是没有连接的啊，两个 fabric 就断了啊，就两个独立的 fabric 就断了啊。关于 control domain 是一还是二，还是统一这个无所谓。control domain 也就是说，因为最终你的 BGP，如果你是用 AS 来划分呢，那它肯定 control domain 就分开来了。但是如果它们连接本身就建立，BGP VPN 本来就通的，你认为它是一个 control domain 还是两个 control domain，这个不重要，因为它本来就通了，通了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但是在 multi fabric 里面，因为它们不通，所以它就是两个 domain。在 multi fabric 里面，你的 EVPN 的 control plane 两个 domain 之间是不通的，所以它就是一个 domain。sorry，它就是两个独立的 domain。那么 multi fabric 最重要一点就是把 port 分离啊，把 port 分离。那也就是说，你看你出来是吧？你出来，你先得把你的 VSLAN 解开，VSLAN 解开变成你的原始报文，原始报文我在用我自己的 DCI 技术互联技术，Interconnect 的 DCI 技术啊，不管是 Layer 2 Layer 3的，我来帮你传过去，然后经过中间的一些中转，就像你的换地铁啊，或者说那个飞机直达航班变成中转航班一样，你就得在这里下来唤醒你啊，这个重新领什么登机牌等等等啊，步骤很繁琐的，但是因为你要隔离啊，你要隔离啊。对吧？现在不是也是疫情期间，那你就要隔离啊，那就要慢慢来呀、啊。我就不让你直飞呀、啊。所以 multi fabric 的目的就是一定要把 fabric 给它这个多样化，给它多样化。OK，那解决方案是什么呀？解决方案，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其实还比较麻烦啊。你看它是要把你的这个。你的这个 VSLAN 拆掉的，他要把你的 VSLAN 拆掉的。那拆完之后，你重新要去传递一次。那这个传递，我们要讨论你是用哪种方法来传。你用的是 DCI 的方法，譬如说我们以前曾经讲过 OTP，
哦，用或者说用其他的这个二程背对背，不管你怎么传，你传过去的这一段有没有 VLAN，都要打个问号。有可能它是 OTP，有可能它就是数据直连，啊，有可能它什么都不是，对吧？就是个数据包，这都有可能的啊。井当啊，我们说井当，井当我们进一步把这个 DCI 的技术固定为就是 VLAN，并且是固定为就是 EVPN 之后。那我们真正的 Inter DC 的解决方案，我们把它称之为 Multi-SAN 的方案，才算是真正出笼。怎么理解呢？看我这边的标记就可以了啊。Multi-Port 那是 Under 的全部打通，Over 的全部学习，其实就是一个 End-to-End，对吧？其实就是一个 End-to-End。End-to-End 好还是不好，这个是见仁见智啊。这个只能说它的管理量会加大啊，这个也就是说安全隔离性会差。我们中间有个过渡的产品叫做 Multi-Fabric 啊，Multi-Fabric 其实纯粹就是因为我不想让它做 End-to-End，那我就是人为隔离。这个本质上就是为了隔离啊，本质上就是为了去就是产生一个多个data plane。产生多个域，它本质上就是为了产生多个 data plane 域。以及 control plane 的域啊，这是本质上就是为了产生多 control plane 的域，还有多 data plane 的域，并且你多域没有问题啊，其实后面 multisite 也是多域啊。那么它最大问题是什么呢？必须要去做封装，解封装。Inca solution 以及 D 啊，我们说的这个反封装，并且这边是要做一个 DCI 互联，而且 DCI 互联的技术里面以 OTP 为主，或者说以那个非 EVPN 的为主，中间是没有 EVPN 打通的。你可以发现啊，Multi Fabric 的最大的特点是中间是没有 EVPN 打通的。啊，中间是没有 EVPN 打通的啊，就本来就不通的。你反正数据包你通过中间 DCI 的机制，你转过来就好了。这种技术呢，我们不在课堂上多去研究了啊。这个就是叫 OTP。我们在之前的考试中，其实会用到这种 Multi Fabric，中间跑 OTP，然后把新中心和老中心打通在一起啊。但是现在因为最新的考试版本，我们还不确认，因为现在也是疫情原因吧。所以这种 OTP 的解决方案还要不要保留啊？我们先打个问号。如果有保留，那我们就继续学习OTP 的这种技术本身如何去着用于我们的 Multi Fabric 啊。也就是说，现在的考试啊，告诉大家，现在的考试在上一个考试版本中用的是 Multi Fabric，中间走的是 OTP，然后两边的 EVPN 没通的。那 Multi Port 技术呢，就没什么好考了，考不了你什么样的知识点。然后 Multi Port 这种技术在线网中的实施也会不作为一个推荐项啊，除非你用 ACI，ACI 有一个集中的强大的控制器，它能看到所有东西啊，除非你用 ACI。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多站点模型中啊，我们现在最后推出的一个叫 Multi-SAN，Multi-SAN 才是我们现在这节课重点给大家传递的信息。我们推荐在 VLAN 解决的模型中，如果你没有控制器，没有 ACI 的话，那么你可以去尝试用我们的 Multi-SAN 的 Overlay Forwarding。Multi-SAN 的 Overlay Forwarding，它是在整个Multi Fabric 基础上，你看它本质上也是 Multi Fabric 啊，它是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啊，做了什么改进呢？啊，我把它单独标出来啊，Multi-SAN，它做的改进就是做了一个跨域的啊，它做了一个跨域的，首先你一定是要分域的，并且呢，你一定要去做跨科乌啊跨。啊，一定要做跨域的 EVPN，也就是说中间你不能够说那种可有可无啊，中间没有通信关系，然后你自己去封装解封，然后用一个任意的一个 DCI 技术互联啊，那我们这边指定的你 Multi-SAN 必须要用跨域 EVPN，必须要用跨域 EVPN，然后必须得有 Border Gateway 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说 Border Gateway，然后我们得放到 Multi-SAN 里面研究的原因了。啊，这就是它的技术解决的核心，跨域 EVPN 啊，并且通过 Border Gateway
来做信息的这个传递，来做信息传递。那么它的整个它的整个封装路径上面，封装路径啊，它整个封装路径中啊，那么涉及到的是标签，这个是 VNI 标签的替换。全程它不至于啊，全程它不至于像 Multifabric 一样啊，封装解封装啊，整个报文摘掉，然后全部不要，然后这个穿过 DCI 链路之后重新封啊，不用，它在那个转换点上直接做标签的处理啊。你可以认为它在转换点上做了一次封装解封，但是它是本地完成，本地完成封装解封再封，那只是把一个新的 VNI 的标签替换掉，也就是说全程是没有断点的。啊，那么 Multifabric 中间是有断点的，第三线路是不确认的啊，第三线路中跑什么我们是不确认的。那 Multisite 里面呢是有封装解封装的工作啊，在整个封装路径中，这个是有这个封装解封装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呢是本地完成啊，那么只涉及到 VNI 的标签替换。所以从控制层面上来讲，它是最优的，因为控制层面上它是做了多域，各管各的，我不用整个 underlay 打通 overlay 打通。啊，但是我可以通过 EVPN 把信息给你传递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BGW 啊，这个 Border Gateway 就成为了其中的一个核心点。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该屏蔽的信息都在 Border Gateway 上屏蔽。你不想学的东西 ，Border Gateway 上帮你汇总啊。啊，也就是说 ，Border Gateway 就成为了整个 Multisite 的关键。所以接下来你就可以看看 Border Gateway 是啥。这个就是我们 Multisite 的解决方案，就是DCI 的多个 fabric， 然后互通啊 ，DCI 平方啊，其实就是互通。然后中间这条链路，你看到 DCI 的 data plane， multi-fabric 的时候中间也有 data， 也有 DCI 的 data plane， 但是multi-fabric 的时候是没有 BGP EVPN 的。那么 multi-site 的时候上面是多了一个 BGP EVPN， 所以它叫做 DCI 平方，就是既有你内部的这个既有你内部的这个 EVPN， 又有外部的 EVPN， 这个是属于 DCI 的一个升级版。DCI 的一个升级版啊 ，DCI 这个不一定平方，可能是在第二代，那么它更容易啊帮助你去扩展，其实就是加了这么一个在 Multifabric 基础上加了一个 EVPN 的跨域，然后使得 DCI 的 data plane 在这个封装解封装过程中全程不下车啊，只要换一个标签就可以了。这个是不是等于说你转机让你拿行李舒服，还是让你不拿行李舒服啊？就是如果你一定要转机的话。为什么要转机？这是安全问题啊。首先，这是安全问题及管理问题。这个如果你不接受，那你就 multipod。如果你能接受，说我多段管理啊，这个就 multisite。那只不过 multifabric 让你自己把行李拿下来啊，然后又重新拉着行李去再办一次登机牌，再过一次关啊，这个很烦，对不对？就不能单点完整嘛？就你还有什么？还可能要出入那个。啊，出入那个叫做登机口啊之类的嘛。那么 Multisite 使得你直接换张票就走了，对吧？是不是感觉很舒服啊？行李就放在飞机上，那他如果要换飞机，那直接有地勤人员帮你换，他不用换飞机，你就重新上去就可以了。这个感觉就是很爽很舒服，而且该有的安全也有了，对吧？啊，怎么实现呢？实现的核心在 BGW 啊，我们叫做 Border Gateway。核心的整个关键点叫 Border Gateway 上，在 Border Gateway 上。那么既然这样说，我们就把 Border Gateway 单独抽出来给它重点研究。既然 Multisite VCLAN 的这个 Border Gateway 是其中的重要点，那我们就把它单独拿出来啊。我们来看看 Border Gateway 在物理上它是个什么东西啊，然后再看看它逻辑上又是个什么东西啊。现在看它物理上是什么东西，逻辑上又是什么东西啊？那上面的这个 Multisite， 那我们就把它归到模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整个 Multisite 或者说整个 DCI 是有三大模型的 ，Multipod 啊 ，Multifabric 以及 Multisite 这三大模型，你要搞清楚它们的这个差别啊。那么在 Multisite 单独针对 Multisite 里面，它的核心啊，它的关键元素就是 Border Gateway 嘛。那么 Border Gateway 怎么玩啊？我们来看看它怎么玩啊。这里有几个圈，第一个圈是 internal 的 fabric 啊，这个我们强调的就是管理和隔离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 internal， 那么一定也会有 external， external 就别人的，我不甘心，
那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外部路由。那既然是外部路由，我有网关不就完了呀？所以啊，border gateway 的本质上就是你的 border 的网关，也就是说我去往其他 site，我去往其他的这个 fabric，我的这个必经之点，它有信息就可以了。那我要找外部，我就经过它；别人要找我，也要经过它。这个就是 border gateway，啊，对吧？这样一听，哎，看感觉很简单。然后你会发现这里，leaf 下面是 leaf，上面是 span。从这个图里，你认为这个，从这个图你认为 border gateway 究竟是 span 还是 leaf 啊？啊，leaf 啊，答 leaf 是对的啊。其实本质上，你一看这个图，其实这你把它画上去而已啊，本质上就是个 leaf，它就是个 border leaf 啊，它本质上就是个 border leaf，只不过它把画上去是为了让你的 multi-site 的这个就是可视化效果啊，就是看起来会更舒服一点。本质上 border gateway 就是 border leaf，本质上啊，只不过你要通过特殊的命令啊，就是。一个 border leaf，你要这样去想，border gateway 一定是 border leaf，但不是 border leaf 一定是 border gateway，对吧？border leaf 上要做配置，你才能称之为 border gateway 的。你啥都不做，你不会成为，你不会莫名其妙就是 border gateway 的啊。啊，OK，那但是我们也可以啊，也可以在特殊情况下，你也可以把 span，我们叫 span s border gateway 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啊，但这个不推荐。就是你真的想省钱，你真的这个 leaf 也没有了啊。那么 span as border gateway 这个实现方案也是有的，但不推荐。推荐的是 border leaf 的玩法，通过 border leaf 上的这个配置定义它是 border gateway。我们这边是有一个 EVPN multi-site design deployment 的一个 guide 的啊。这个 guide 呢，课堂上讲这个有点麻烦，因为要一个个翻，但是。前面的理论你不要管它，如果前面理论不要管它，因为前面理论跟我们 PPT 的理论是一回事啊。那么这个什么设备啊，什么设备支持呀，多少的这个 OS 能够用啊？我们推荐的是9.2以上啊，9.3最好。那么9.93的版本，EX 之后啊，这个是硬件软件的要求。然后前面的理论你不要看啊，这些我们待会 PPT 上其实都有。那么重点就是说，这个 Type 03啊，你看这个 Type 03就是路由发布，路由发发布 Type 03就是那个VIP，这个 VIP 啊，VIP 的这个就是动态，这个是动态对应你多个多个动态对应你的多个 peering 嘛，多个 peer 嘛，然后还有一种还有一个 Type 4，这个应该是类型4才对，这应该是这个 Type 03，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写 Type 03啊。理论上，就大家先别纠结啊，因为有些细节，譬如说 EVPN 的router type 4用来干嘛，这个等会我们会讲啊，这个是用来选举的。EVPN 除了这个 type 2、type 5条目以外，那么 type 3是用来做那个VIP 里面的 peering 的，那么 type 4是用来去做 DF 选举的。什么叫 DF 选举？我马上会讲啊，所以这个大家不要着急。理论东西你可以不要看它文字，文字我们 PPT 上会有，路由类型的二三四五，对吧？这个都会有的。我们来看一下配置的一些操作啊，文档嘛，这文档总有它的价值点啊。那么在这个文档中是有这个配置操作的，可能比较像。好，OK，好。那么如果你要做配置啊，你参考它，比如说一开始哪些 feature 要打开。啊，哪些 feature 要打开？我们课堂上就不去练配置了，大家下来自己看，文档会给到你。这个是一个设计和这个配置的指南。啊，loopback 一，你看 loopback 一上面生成了一个 loopback 一。好，单独起一个 loopback 100，用来做 multi-site 的一个 interface 啊，用来标明它是一个 VIP 的 tab，VIP 隐蔽 tab。也就是说，除了刚才 VPC 的那个 VTab 以外。刚才 VPC 有 VTAP 对吧？VPC 是有 VTAP 的啊，VPC 是有 VTAP 的，这是 VPC 的 VIP，VPC VIP。那么 Multisite 也有个 VIP 啊，注意了，VPC 有一个 VIP，Multisite 自己有个 VIP。你的多个 Border Gateway 冗余之后，Border Gateway 之间不一定 VPC 啊，一定要搞清楚啊，一定要搞清楚。这两台设备没有人告诉你一定是 VPC，你看它中间连线都没有的啊。那
但是你可以给它连线成为 VPC 的 Border Gateway，这也是一个可选项。但本质上，我们现在讨论如果纯 Multisite 的话，我不一定要用 VPC 来做 Border Gateway 的，VPC 只是一个方案，而且用 VPC 做它的版本要求是非常高的，9.2以上才可以。所以你一看，原来什么七点几的这个方案里面，这两台 Border Gateway 中间是不做 VPC 的啊，这个不做 VPC 才是正常的，做了 VPC 才是高级的啊。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就是它也有它的 VIP 啊，VIP 就是 Multisite 也有个 VIP，多个 Multi Gateway 有一个公共 VIP 对内对外啊，所以大家下来吧，下来你肯定是要去对一下配置啊，像对配置的时候，这个有些细节你自己再看，这个是要去定义一个独立的 Multisite VIP 的地址的，然后你要敲一些对应的命令啊，比如说 EVP 的 Multisite Fabric 的 Tracking 啊，这些都是。都是启用这个 Border Gateway 的一些这个关键注意点啊，然后我们来看看啊，那这个就是声明你是 Multisite Border Gateway 了，这个是 Site Internal IBGB 的 Overlay 啊，你要声明一下你自己就是那个 Border Gateway 了，所以这些都不是，就都不是说它自己就编出来的啊，这个都是按照配置，那你要声明你是 Border Gateway，这个是要有配置跟上的，那具体配置每一句什么意思，应该说它不会比 EVPN 更复杂。不会比 EVPN 更复杂。你 EVPN 整个已经弄下来了，那你对着它能够把这个 Border Gateway 给它敲上去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只要你有 EVPN 的功底，只要你有 EVPN 的功底，那么 Border Gateway 只是按照 guide 增加一些这个特殊配置啊，特殊配置里面还包括各种的什么 RT 的保留啦。还包括什么 RT 的重写啦，啊，这些都是特殊配置啊，特殊配置有特殊的这个场景啊，这个是需要大家下来自己去花时间去看。文档有50多页吧，这个是属于配置指南了啊，那么这个配置是解决问题的时候再去用。啊，我们回到理论，啊，配置这个文档是很细的啊，大家对着做，基本上操作层面的东西是没有问题，这是操作层面上。然后这个。这是操作层面上，然后这个是那个理论层面上啊，理论层面上我们再给大家去，理论层面上我给大家再去补全啊。好，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重要的元素叫做这个 Border Gateway，对吧？Border Gateway 里面呢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你得产生一个 VIP，产生一个 VIP，这个 VIP 呢是对外的展现和对内的这个，就对外对内它都是用 VIP 来展现的啊。那么 Border Gateway 一定是 VPC 吗？请大家再跟我确认一下。不知道刚才我会不会讲得太快，会产生对你产生一些不意外的误导啊。Border Gateway 之间一定是 VPC 吗？啊，这点大家确认一下。不一定啊，对，不一定啊。其实刚才我虽然在这两个图里面去切啊，那但是。前面这个 PPT 讲的是 VPC 可以做 Border Gateway，但是我并没有声明说 Multisite 里面的这 Border Gateway 一定是 VPC，甚至它们中间的连线不一定要存在，它只是一个 Border Gateway，你只要把它配，它拥有一个公共的 WeChatLAN 的 Multisite 对外的 VIP 的地址就可以了，它不一定是 VPC，不是说只有 VPC 才有 VIP，Multisite 也有 VIP 的，对吧？然后它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点，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这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经过这个 Border Gateway 完成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啊是什么？那么它可以使得我们整个 Overlay 的 domain 是可以互联，对吧？可以互联。首先你得有两个 domain，然后互联它，这就是有 EVPN，所以你叫 Multisite；没有 EVPN，你就不能叫 Multisite，你顶多叫 Multifabric。啊，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你的这个对，第二个点才是 EVPN 啊，第一个点就是把多个 domain 连起来啊，连起来。第二个点就是用 EVPN 连，第三个点呢就是 underlay 隔离，你不用去收到所有的条目，这也就是我们 multipod 的一个不好地方。multipod 你必须要收到 underlay 所有条目，不能隔离，管理会比较弱。那么就是这种管理的安全性会比较弱啊，管理当然很强，啥都知道啊，管理的安全性会比较弱啊。那再接下来针对这个 BOM 的处理，它也是。按照域的方式来处理的，这样也就是可以去很好的去控制，很好去控制这个 BOM 的泛红。当然最主要还是管理的问题了。好，我们来看看，
看看 Multisite，Multisite 我们再深入来讲讲它的一些 Border Gateway 的应用。Multisite 用的地方其实挺多啊，比如说你为了去做这个横向扩展，你为了去做这个多个数据中心的互联啊，数据中心很多啊，多中心互联，或者说你的这个一个站点不够用了，你想这个多增加几个站点，因为你的容量在增加等等等啊，或者说你的这个跟传统网络对接啊，各种场景中 Multisite 都有它的这个影子。那具体啊，具体这个图就开始告诉大家一些这个干货了。干货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这样讲啊。不管你有多少个 gate，不管你有多少个 border gateway 啊，不管你有多少个 border gateway，你首先你是一个border leaf，border leaf 声明自己是 border gateway，然后呢，多个 border gateway 之间就可以去共享一个 multisite 的 VIP 地址，对外就是111，对外啊，对外111，那别人找你就找111，你找别人，譬如说远端叫222，你对整个远端网络的认识就是一个222，就是所有去往远端这个 site N 的这个条目信息你都交给222就对了啊，反之亦然，这是对外的啊，对外就是远端站点，在你看来就是远端的一个 VIP。那么对内呢？对内也就是你是 border leaf 嘛，border leaf 你本身也就在自己的这个 internal 的这个 site 里面嘛，你是能够看到所有的自己的 leaf 的信息，你是所有的 vita 信息你都有的，这个信息你是有的啊，所有东西都是有的啊。那么反过来，下面这对 any 的 vita，他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也是通过你做跳板，你做111，你做代理，你做那个 proxy， 你是把外部世界的信息告诉他们的。这样一听啊，这个 top 就是啊，逻辑上面是没有任何，就逻辑上面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 VIP 地址，我把它单独写出来，叫 multisite 的 VIP 地址，就是整个逻辑上的关键。当然也会有一些 PIP， 那 PIP 用来做什么呢？我们待会再说。所以我在这边先注明一下，逻辑上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VIP。那为了表明它不是VPC 的那个 VIP， 所以我特别给它注明了，它是叫 Multisite VIP 啊，它不是我的 VPC 的那个 VIP， 这是两回事。这个 VIP 是 Anycast VTAP， 那么这个我们是 Multisite VIP。Multisite VIP， 当然它也有它自己的 PIP 啊 ，PIP 用来做什么？等会再讲。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刚才大家看到有一个叫做 type 4类型，对吧？这里有一个指定转发者啊，那么逻辑上面 border gateway 还要选举一个逻辑转发者，指定转发者啊，那么这个选举是通过这个类型4来选举的，类型4VPC 的 VIP 和 border gateway 的 VIP 要用同一个不一个啊，这个不能用同一个，这是两个啊，我先快速回答啊。有同学问到说 VPC 的 VIP、 Border Gateway 也有 VIP， 两个一定不一样的啊，两个就是不一样的，就完全隔离的，它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啊，两个独立的概念。这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概念。好，我们继续完成我们这个小节的讲解啊，继续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已经可以看到更细了。那么PIP 在这里呢还没有产生它的价值，因为你还没有外联啊，有外联的时候你的 PIP 就有价值了。大家回到 VIP 就是说，你看 Site 1的 Underlay 它有自己的一个 Table 啊， Border 在这里， Leaf 在这里啊， Site 2也有它自己的这个 Table 啊， Border Leaf 都有了啊。这个是底层啊，首先这是底层，接下来你要看的是学习。那么学习是通过 VIP 之间要打通， VIP 之间要打通啊，如果 VIP 之间不打通，那我外部是无法学习的啊。那么这个是 underlay， 那我们来看看 overlay。 在 overlay 层面上我的这个 border gateway 学什么，收 NVE 的 PR。 那么我要跟谁建立邻居，我要跟我内部的 VTAP 的 1 VTAP 的4和外部的远端的这个222建邻居，反之亦然。 border gateway 嘛，你要建邻居嘛， overlay 嘛，你要做 overlay 嘛。然后学到什么呢？学到什么呢？我看看啊，这是平台的知识，我就不说了啊。学到什么呢？OK， 在学到什么之前，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外部邻居的建立，因为刚才说到邻居建立嘛，那邻居建立那就是你跟远端的，你跟本地那就直接 local 就完了啊。
远端建立是有多种远端建立的方式方法的，我们推荐的方法就是做 cloud，有个三层 network 就可以了，做 cloud，然后我连上去啊，通常这个都是 1BGP 连上去就可以了啊，那么它里面的 cloud 里面在互联，所以这边有一个叫 super backbone，有个 super backbone 或者说叫做 SS 啊 super span 啊，因为你是个 leaf 嘛，那你连叫 super span 就好了，那中间它会帮你做 BGP 的必要的一些 RR。这是我们推荐的玩法。那如果你是不是一个 cloud，你想这个简单一点，至少你得有两个 R，我们称之为 super span 啊，这至少的啊。那么如果你说我们下层把那个 gateway 放在 span 上可不可以啊？我们刚才也说过了，这是可以的，但不推荐啊，这种不推荐。啊，那最后一种呢？这个也是不推荐的背对背啊，我们这些都不推荐啊。背对背也有背对背的问题，譬如说你的 DF 选完之后，它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叫 BOM 流量转发失败，所以不推荐 back to back 啊，不推荐 span 做 border gateway。那么推荐的玩法呢，就是通过 super span 来做 RR。那么如果你的super span 这一块的能力变大，变成一个 cloud 更好。啊，这是推荐连接。那不管用哪一种，你是能够去建立 multi site 的两个 VIP 的对接，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传条目了，对吧？我们来看看传了些什么条目进来啊。前面有没有说到啊？这里漏了一些图，理论上这些图里面应该要说到说你建立邻居关系应该要把外部的条目啊，应该要学到外部的条目，以及外部条目对应的下一条是222。啊，应该至少要有这么一个关系，那这个 multi site 的逻辑就通了嘛，对吧？逻辑就通了嘛。它可能后边有吧，那我们还是继续吧。然后里面还有一个重点还没讲呢，DF 还没讲呢。那 DF 是什么时候会出现？你看这里有个 DF 啊，DF 什么时候会出现呢？是当你有多个 border gateway 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这个 DF 就出现了。多个 border gateway，那多到什么程度呢？传统的模型中，我们是用四 border gateway 做 anycast 的。那么现在新的版本中呢，可以降低这个 border gateway 的数量，比如说直接做个 VPC。所以 VPC 的 border gateway 呢，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升级版啊，这个圈了一个 VPC。这是用 VPC 的 border gateway 是对传统 anycast border gateway 的一个升级和优化，设备的这个数量会下降，稳定性会增加。当然这个配置也会更复杂。啊，那么并且会有两个 VIP 地址，不要搞混了。我们先说传统的，传统就是四个 anycast 的 border gateway 啊，当然一定是四个吗？这是最多四个，当然可以没有四个啊，这个是看你的数量，它7.0版本就可以支持的。那么首先一上来它会去选 PIP 啊，sorry 不是 PIP 啊，它会去选那个 DF，那 DF 是用这个类型四的 EVPN 的这个路由类型来选的。那么选出来之后，如果你是 DF 咋办呢？DF 专门用来去处理 BOM 流量，DF 用来专门用来处理 BOM 流量。那什么叫 BOM 流量呢？BOM 流量就是一些我们说过的啊，位置单波、主波、广波。每个 site 只需要你 border gateway 不管有多少台啊，两台也好，三台也好，只有一个来处理就可以了。它是集中处理一点。但是它不会影响你的单波，单波的话就是属于ECMP 负载均衡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就非常清晰了VPC 的 border gateway 呢是你把 VPC 的能力放在 border gateway 上那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懂 VPC，这个时候你可以把 VPC 把它这个设计为 border gateway，这个是版本9.2之后就可以支持了。但最终你还是要经历这么一步，就是。DF 啊，DF，你看做了一个 DF，那做了 DF 之后，我们来看看流量。那流量就是大家这样来看啊，什么叫 BOM？BOM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非已知单波啊，我们都叫 BOM。BOM 流量就包括 broadcast 的、unicast 的、multicast 的，对吧？然后你来看队内这边有个流量打出来 BOM，那么对这个队内是不是你要不就主播，要不就单波头复制啊？对吧？对外你必须要找到 DF 啊，一定要找到 DF，它不会所有的 border gateway 都帮你转的，一定要找到 DF，DF 出，DF 进，那进来之后呢，它再去做一个主播和那个单波头复制就可以了，对吧？主播也可以，单波头复制也可以啊。
混合模型也可以。这个就是选 DF 的原因啊，看张图你就知道了啊，看张图。所以整个 Multisite 呢，复杂度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高，基本上都是 EVPN 的一些应用。你看张图就知道了啊，选择一个 BOM 流量，选择一个 BOM，对吧？那么流量打出来，它做 DF，它去转发。那转发过程中呢，给到远端，远端只有 DF 来处理，那非 DF 是不处理的。然后由 DF 再去转就完了啊。那你可能说，这是 BOM，那单波怎么办呢？单波就更简单了，单波你就是全程走呀，对吧？单波你就全程走呀，全程走。那但是你要换标签呢，对吧？我们刚才说的一直都是换标签，bridging，bridging，你看看标签在哪里换？标签的话，我们来看看啊，host 一，打出来的流量，然后 leaf 上面去做了第一次的封装，封装是30010。然后找到这个 VTV 哦，我刚才不好意思说错了，这里有个重要点啊，这个还就说错了，这个不是标签替换啊，这标签是同步过的啊，这个封装路径中涉及到这个地址替换，地址不是标签。涉及到 VTAP 地址替换。涉及到 VTAP 地址替换啊，这个是对的啊，刚才讲的没讲完整，封装路径中涉及到 VTAP 地址替换啊，那么你看到这个路径上就是这样的啊，那么第一段的路径是 R 所标注的这段路径，它是由 leaf10 封装给这个 VIP1。VIP1 是谁呢？不确定，可能是上面的 Border Gateway 11，也可能是 Border Gateway 12，因为你用的是 VIP 嘛。你不管是谁了，它这个是等价复杂均衡的。然后呢，内层的那个 VCHANNEL 是30010。如果你是做 Bridging 的那个30010，针对的是它的二层的 VLAN 信息。这个定义完之后，这个应该是不会动的。然后内层就是端对端啊，内层是 Source MAC 是端对端啊，Source MAC 端对端。那你看一下换在这里。你看30010是没有换的啊，所以刚才我说错了啊，这不是换 VNI，它换的是头。那么它是会由你的 Border Gateway 来把第一段的路径给它卡断了，也就是说我们分段处理，这个就相当于换乘了。换乘之后，由我的 Border Gateway VIP1指向 Border Gateway VIP2，也就是说 VCHANNEL 实际上你是封装、解封装、重封装，那只是换了个头啊，VNI 是没有动的，里面的内层信息你发现是不变的啊，里面是不变的。一直到远端，那么这个第三段又重新变，再会用它的 VIP 的二的头来封装它作为源，然后指向 leaf20，对吧？内层不变，VNI 是30010也不变啊。刚才我真的是说错了，不好意思啊。麻烦一点的是 routing 啊，你把 routing 学完了，基本上 multisite 也就这样了啊，所以不担心，不担心啊。那 routing 的话，注意点有点多。首先，routing 也有它的这个 layer 3的 VNI，这个也是不动的，50001，这是 layer 3的 VNI 嘛。host 一出来经过 leaf 10，那么作为它的一个网关，因为 routing 嘛，所以你会发现你是用 leaf 10的这个 MAC 来做一个网关地址的，然后它去的是 VIP 一，所以你的 destination 的 MAC 就是 VIP 一的那个 virtual MAC 啊。这里都没有 PIP 啥事，这里全都是 virtual 的。然后第二段呢也是要换，那换的时候呢，这个VNI 是不换的，VNI 是不换的啊。外层的这个 source 和 destination，外层的 source destination 的这个地址换了，内层的MAC 也会换啊。这个是 routing，因为 routing 那你的这个内层的地址也会换，它是由 virtual 的 MAC 一到 virtual 的 MAC 二，它把内层也改了啊。这个是路由情况下的一个特殊处理。那第三段正常也是要再改一次，那么到达远端，所以这个确实是我刚才有一个小失误吧，这个说的不对啊，那以这个为准，那最后 PIP 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外部连接，external 这个外部连接呢，你是走的是 PIP 的地址，就仅当你是 open 的或者说接那个 external 的，你会用 PIP 啊，那么除此以外，只要你是做这种端对端的这个。
或者说做 host 的，不是 offer 的，这些都是用 VIP 的地址。其他更多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时间有限。那有些是属于大家下来自己可以学习的内容。那我们这一个小节就先到这里吧，这个小段先到这里。那大体上大家对 Multisite，得有一个基本印象。那这个印象有这个印象还不够的，你还得去对应配置的啊，配置在这里，你要对配置去做一些练习的啊，落地了这个才算，落地才算，好吧，我们这个小节就先到这里吧，我们先休息一下，时间不变啊，那这个时候休息时间就没有10分钟了，5分钟之后我们11点回来啊，谢谢。哎，老于，问个事儿哈，现在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访问国外那些 Google 那些网站呀？有没有什么付费的呀，或者什么的方式？
OK，大家回来了吗？回来打个一，打个一，我们就开始了。OK，大家没看到屏幕啊，稍等一下啊，我把屏幕放出来。